十大高手齐聚华山之巅，个个身怀绝技。下面第一个出场的是天下第一大帮丐帮帮主洪七公，洪老前辈，他的打狗棒法已练到出神入化的境界。我们大家鼓掌欢迎。 神剑的无形剑气是极强的武功。
得意之作太极拳，太极拳以柔克刚，形神合一，用力不用力。